我们现在来家具公司来看一下家具，倒不是想买家具，就想要找一个什么款式好看一点的台灯，因为我觉得我家客厅的灯有点暗。 Sophie 刚刚接我女儿中文学校回来。 Sophie 她一个星期上两天中文课，星期五一个半小时，就是他四点钟放学，四点半开始到六点一个半小时，然后星期六他是上一整天的中文。我大女儿 Sophie 她的语言天赋是随了她爸爸的，她爸的语言天赋也蛮高的，我就不行，我一般。所以呢 Sophie 在小时候啊，很小的时候，在22个月的时候吧，他就可以用英文、意大利文、中文数数，数到一到十，然后唱生日歌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好几个老师都说过非常好的，就是 Sophie 他在同时讲三国语言的时候啊，他是没有任何口音的，就像他的母语一样，讲得非常溜的那种。我觉得培养小孩的语言真的是越早越好。我觉得基因占一点点部分，还有就是后天的培养。我对我大女儿的培养，就是在她18个月的时候，我就送她去幼儿园了，托儿所了，让她早早的接触那个英文。然后她私底下跟同学是交流意大利文的，然后呢，在家里我们跟她交流，用中文交流。所以每一种语言它占33%，所以我为什么就是它同时讲三国语言的话，就是都非常好，非常溜，然后不带任何口音的那种。好了，走了，让爸爸买一个回去吧，这个不要吗？我就想哦，是不是年龄问题哦？我觉得近两年来，我跟年轻生真的就一有时间或者打折季的时候啊，我们多半逛的都是这种家具公司，很少去逛街了，反而就是想说买买这些家里的用品啊、摆设啊，或者家里的一些需要的一些日用品啊，反而对这些就非常感兴趣。我们家那个桌子是最漂亮的，这边有，你不觉得我们家的桌子好看吗？我们家的好多柜子也是这里买的。这边你可以不用动吗？拜拜。苏菲，你喜欢这个风格吗？他家的设计感，一些摆设设计非常有风格。你出现我身边，像个奇迹发生。舒服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家的沙发是最舒服的，这边。我们家沙发比这个沙发要舒服，好吧？绿色，对，我也喜欢绿色。是的，妈妈的最喜欢颜色是绿色。应该快要打折了，他这里。每一年的7月份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很多东西销价50%，然后他们的这些摆设柜子啊也会打折。对，我们家有个柜子，就前面这个黑色的，好像有点像是黑色。
哦，不对，我们家不对，我们家那个柜子有一点点不一样的。虽然你对我的认真，我也感动万分，你终究不是属于哈哈，苏比，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椅子？苏比，你好像每次来都有坐这个椅子，对吗？你喜欢这个椅子对吗？嗯，对，他们家沙发一般，还有他们家的地毯，我觉得他们家地毯也一般，不是很好看。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，这是那种端端水果盘吗？不是，放钥匙这个盘太大了。它有点像端那个。我们在哪里啊？对，我们意大利。对，意大利像一双靴子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区域，打折的区域。他们会有一些个别单品啊，或者有一些瑕疵啊，他们就会把它放到这里。然后我跟林先生会经常来这里走走逛逛，偶尔就会淘到很好看的东西。哇，这个撞击球的很好看，但好像没显示价钱，30块钱。啊，台灯啊，对啊，我刚好想要找台灯。哇，这个台灯可以，这个台灯好看啊。这个好看啊，赶紧看一下多少钱。我要看灯泡是哪种。嗨，我看。哇哦，50%，80块钱，太好了，全新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这个也好看，这个也买过去。你要不要在家里那个两个？哦，这个也好看。这个好看。哎呦，那个，我来这个好看，前面这个，这个好看。这个打30%，没有50%。这个柜子也好看。这个台灯好看吗？来，这个决定要买这个。你看，这个适合放在我们那个沙发后面。这个那个沙发是。哎呀，后面这个柜子也可以。你叫人过来赶紧。这是什么？这也是灯啊。这个也挺好看的呀。这是放阳台的，好像。走，赶紧招人过来。敲我的门，虽然你对我的认真。还有我选了这样这个台灯，你终究不是属于我。觉得这个台灯非常好看，主要是价格也非常划算，170块钱减半价，只要84块钱，只要600多人民币吧。OK， grazie。OK， 可以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放在车里运走。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，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。